猜对。等会儿啊，八级前功，我的等风与你我只找不到了嘞。好，找到了。首《等风与你》送给大家，大家都是有一技傍身的，南翔毕业的，有一技傍身。跳舞，但是我打了拳的，今天在直播间打了拳的，你没看到，可惜了哈，可惜了。马司令，谁叫我？谁这么叫我？铁头，你看看展馆，差一点，我要看一眼来。
铁头你看看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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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差一点差一点，铁头我看一下你们说什么啊。985211山东蓝霞挖掘机，嗯，没点赞，点点赞。今天播多少个小时？今天在这里啊，我教你，你点我的头像，你点我的头像，它会出现一个，还差这么多啊！礼花筒、比心、掌上明珠、嘉年华，还差这么多啊！点个呗。我以为就差一个呢，我以为差这么多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必须出去闯荡一番江湖。马司令中午好，你小子你小子活腻了是吧，欢迎大叔啊。那么出去点个展馆你们觉得呢，意下如何？我出去点个展馆，各位意下如何？我觉得可以。关于什么事儿？你说多少事儿呢？也欢迎我华强哥回家，欢迎我华强哥。你说要关你太多事儿的话，那还是两个保健，两个没得商量，商量不了，铁头。商量不了，孟哥还在榜四待着呢。孟哥两个华置换的，那我要是便宜给你了，那孟哥心里有疙瘩怎么办？那我不就得罪人了吗？把礼花筒带一带嘛，礼花筒点点嘛，再便宜的。还有我们闽州人，那我们找一个谁呢？钱多多，唱歌主播，看一看啊。认识一下新朋友去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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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欢迎家祥一气呵成，谢谢用户老姜，拒绝我了呢，那换一个。互联网名声太小了，家人们，没什么名声。我要是名气大一点啊，我要是像那什么云福晋啊，像那什么小鬼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连谁谁都接吻。欢迎小乌龟。我要是有一天小鬼要是连我，想都不想，想都不想，不管在干什么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接。我名气还小，我名气很小啊，很多人都不认识我。我什么，我啥也不是啊，家人们。我有什么名气？我没有名气。我看一下啊，找一个啊。福晋是下棋的，云福晋，什么福晋是下棋的？抖音电母，抖音特别厉害。今天跳舞了没？挂他那儿啊，个人不喜欢。嗯，有很多人那个啥，我小鬼直播间我以前也看，现在不看了。等我找一个朋友啊，看看找一找谁呢？跳舞主播，爱跳舞，今天没跳舞，链接不跳舞，链接不会跳舞，家人们，别老是找我讲。谢谢我铁头飞机，铁头你别说你要走了。感谢我铁头，谢谢我铁头，铁头，我看一下啊，小天儿，我小天儿吧，好久没跟小天儿玩了，亲密度拉满了，俺走了啊，拉满就走了，欢迎 Pro， 令机又飒又高雅，哈哈，谢谢呀，但是我有时候比较接地气儿，家人们，说实话，
有时候稍微有点接地气儿了。那万万吧，微臣告退。等会儿嘛，差不多我也快下播了。又好看又接地气儿是吧？特别亲近，特别给你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我采访一下，我问一问有没有。那行，一起走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的愿望今天上午除了嘉年华，其他展馆点一点嘛。我的愿望，小小心愿，不是很多。原唱歌，我发个女儿呗，你和我结亲家，我发个女儿呗。我女儿在哪儿啊？我都没看懂呢，我哪来的女儿啊？哦，我生个女儿，你和我结亲家，考虑一下。我从哪儿生呢？这就是一个问题了，这个女儿上哪儿来呢？天上掉下来，石头缝里蹦出来，你觉得可以吗？谢谢关注啊，欢迎赵四儿，赵四儿从赵四儿那来是吧？赵四儿又是谁呢？谢谢林姐，怎么全世界都没有人接我 PK 啊？欢迎三岁，我们旭哥。找不到人啊，涛哥和涛哥耍，司马司马，我在，旭哥，你说动摇动摇，喂。喂，动摇，哎，有何吩咐？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全世界都在拒绝我，家吗？我想去连随机 PK 了，我一定要生个女儿，继承我的基因。我之前刷抖音看那种啊，他们说，说那种司马令姬，他们说什么来着？他们说女儿像爸爸，儿子像妈妈嘛，像人家是这么说的嘛。那生个女儿，那要就像爸爸。爸爸不知道在哪里。爸爸在哪里？爸爸在哪儿？老爸，万万没接我。我可注意了，夏可可，我一定要生个继承你的基因，你有毒。别，挺喜欢占便宜的，我都看出来了，各位。啊，怎么我一直连不到人啊？一个人都连不到，是不是这个点大家都不打 PK 的？这个。哎呦，我特别尴尬。君君来了。哎呀，嗨，耶，这谁呀？这谁呀？这位是小驴子谁呀？这位是谁呀？这是你君姐，你大嫂。啊，大嫂，大哥在哪儿？大哥在路上。路上，在路上。哎，对，我是你的粉丝，君君。嗯，怎么呢？我是你的粉丝，今天能不能轻点？你是我的粉丝，真的吗？你是我什么粉丝？黑粉呐？我是你的粉丝，今天能不能轻点？哎呀，倒是挺低调的，倒是挺低调的啊，挺低调。今天。低调嘛，做人嘛就得低调一点嘛，不要太猖狂了，有时候是吧？对，嗯，今天你意思就是说我比较猖狂是吧？你该你拽呀，你有资本你该你拽呀，我是没资本。哎呀，这不得低调一点吗？哎呀，这话说的，欢迎小云啊，这个话说的好像我啥时候打过你一样。该你歪呀，对不对？你该的，哎，有资本就该拽，嗯，姐就是女王。
啊，他今天我感觉你好像在给我放烟雾弹一样。没有啊，怎么回事呢？信你个鬼！简单的小玩一下呗。可以，你想你说的浅玩是咋玩？欢迎陈公子，欢迎 Nice。浅玩的话，咱们就要是输了，我看一下，你输了你，我看你后面那幅画是真的假的？我那是墙壁，兄弟，那是墙壁，你想让我干啥？撞墙啊？打他！你那是墙壁啊，你那个墙壁还有对，哦，后面那是什么？后面是一个钢琴啊。对。你现在是坐在小电驴上啊？是的。那你这样吧，你要输了，你把那个小电驴开着，在直播间就喊打不过司马令姬，打不过司马令姬，这样转圈圈转十圈。这玩意儿我不会开，我能给你推。我能给你推、啊、后面还有一个字，还有一个自行车啊，后面还有一个。没有自行车、哦、没有自行车啊、哦、那是宝马的那个那啥那个机车呢，老贵了、哦、你买吗？买不起。那这样吧，你输了你就推着这个小电车，你就转五圈，你说啊打不过司马令姬，我再不打司马令姬了，就这样子。你要玩什么你先告诉我。玩总分。好，玩总分是吧？嗯，可以，行，可以哈，行，那就直接闭麦。这个位置没有这么大嘞，这个位置估计转圈圈不太好，转圈圈位置没有这么大。你不是那个镜头可以缩吗？镜头可以缩，但是这个现场的位置很小，现场位置很小。我给你转圈圈吧，好不好？可以，我给你转圈圈。你给我转圈圈吧。嗯，好，行。行，可以。好，闭麦。你发一下。就这一把，就这一把。几分钟？还有几分钟？还有五六分钟啊，来得及。还六分钟，行行，来闭麦吧，闭麦，总分，家人们，总分，让他给我转圈圈，他好像没收我的惩罚，家人们，他好像没收我惩罚，这么又占个便宜了一会儿，这么一会儿占个便宜，谢谢我只添一口，家人们点点掌管，谢谢我只添一口，感谢我孟哥，谢谢我孟哥，谢谢微笑顺顺，欢迎顺顺。谢谢喜欢，谢谢世界发发，感谢我华强哥，掌上明珠，谢谢我华强哥。用力点打，意思是你觉得我们家条件不够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没票咋办？能借你点吧？你上麦，我给你刷个保时捷。我刚提给你刷两个保时捷。感谢我孟哥李花筒，谢谢我孟哥。感受孟哥哦，你是对面的黑，你对面的黑粉是这个意思吗？罪业，谢谢世界发发，感谢发发。哒哒哒哒嘟嘟嘟嘟，谢谢发发，顺顺尽力而为，好了，谢谢顺顺，谢谢顺顺，感谢世界发发，谢谢发发，发发你。口音是哪？你是哪里人？口音真重。你是哪里人？口音好重。咱们是不是都点亮了？差一个坑了。哎，展馆还差一个。掌上明珠还有没有能上掌上明珠的？再点一个满，再点一个满，还差一个坑了，还差一个位置了，差一个位置了，差一个位置了。感谢我华强哥，谢我华强哥，掌上明珠。最后最后还差一个位置、啊、最后的最后还差一个位置、啊、什么位置呢？地板砖的位置，就从那个腾空而起，那个位置是这样子的，那个位置的给大家表演一下，最后一个位置，这就是你要送出来以后呢，他就从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底下，他腾空而起，他直接冲上云霄，就腾空而起，这个位置，这把玩的啥？这把玩的总分，它腾空而起，五颜六色的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那个真的很有气势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考虑一下，给你一块地板砖就行了，直接就是一个地板砖腾空而起，嗯，总分总分总分。咱们等会儿，家人们，这会儿等会儿他们，别着急。还有五打五分钟呢，别着急，等会儿他们啊。
玩鼠样子吗？当然不是了。玩的这一局是尊严局，家人们。这一局玩的是尊严局，让我们明銮殿人是名声大噪的一局。你以为这一局玩特别厉害，让我们明銮殿一举成名的局？难怪喜欢这个小妹妹。咋了？那不是，那你去忙了。你怎么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呢？小乌龟玩鼠乌龟怎么玩嘛？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玩的，这个惩罚都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。谢谢发发，感谢发发的亲吻。这个惩罚都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，我都没听说过。幽默啊哈，谢谢你的认可，那我很开心。主要是你也很优秀，不是因为我幽默，而是因为你有一双发现令姬美的眼睛，发现令姬很幽默的眼睛。不是因为我很优秀，就是因为你也很优秀。咱们是同一类人，物与类聚，人与情分，说明哎，对不对？你喜欢的主播没有差的，当然你自己也不差。你要记住，在说别人优秀的时候，再同时再看看自己啊，原来自己也不错嘛，是吧？谢谢用户，感谢君无情，谢谢我们三岁。他们追上来了，他们追上来了呢。今天像大厨啊。好的。中午想吃什么啊，北方秀儿？中午想吃什么？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为你做一道菜，不如就做一道那种从地板砖菜，你觉得呢？地板砖菜，咱们他们家追过来了，最后我们要开始守了。最后的时间，咱们能守的守一守啊。能守的一起守一守啊！黄金蛋炒饭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做？你怎么知道我会做啊？最后还有，最后的时间，还有一分多钟，咱们直播间能众筹的朋友们众筹一下。清真可爱，这是什么？人心齐，泰山移，嘴比初恋还甜，那肯定啊，那嘴比初恋还甜啊！这怎么回呢？就是很甜嘛。朋友们，准备守塔，准备守塔，准备守塔！完了完了完了，他们家追上来了，我们还说等等他们。此时此刻，直播间所有朋友们，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，能守塔的朋友们一起守守塔。我们还说等等他们，结果他们是偷塔选手啊！结果他们是偷塔选手，我们能众筹的全部碎。最后三十秒，能上飞机的上飞机，能上抖音一号上抖音一号，能上嘉年华上嘉年华。最后三十秒。有抖音一号吗？有抖音一号吗？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完了，三十秒，会有奇迹吗？他们家一万份了，一个抖音号不够了，要有能有一个抖音号加一个飞机吗？会有奇迹吗？会有光吗？在最后的时间，你就是那一道光。就再差一点，再过去一点，再差一点，再差一点，再来个大战，加个飞机。感谢我华强哥，谢我 nice， 感谢我铁头，谢谢我铁头，感谢我铁头的这个叫什么呢？月下瀑布，谢谢我们 nice， 感谢我华强哥，感谢我们梦哥，谢谢梦哥，感谢我们世界发发，感谢我飞行员，你飞行员你延迟好严重啊。感谢我发发，谢谢指天一口，谢谢微笑顺顺，感谢我们逍遥，谢谢花田花香甜梦，谢谢夏日秋风，感谢大家这一波守塔。我的天哪，你们这一波守塔守得太漂亮了，你看看，感谢。我想想谁守，都是有谁哪些人守了塔的？铁头、华强哥、nice， 我们飞行员，四个人。通力合作，虽然说飞行员掉了，虽然说飞行员掉了，但是呢，四个人通力合作，就是说一个打造的就是一个齐心协力，懂没？齐心协力，我们家飞机掉了，最后一秒，不然不掉的话，你这把咋就拖过去了，守过去了？嘉年华掉了，啊，是吧？嘉年华掉了，让我看一下，呀，掉哪了？啥嘉年华？蓝色呀？不是。
不是因为咋还十九遍呢？嘉年华，这个嘉年华要有掉的话，有掉没掉，他那个展馆应该是二十呀。那不是因为掉了嘛，所以他就没装进去。他哦，是掉哪儿了？掉哪儿？掉我这儿了？他没装进去，他就掉出去了。他就啊，这有点多少是有点那个啊，嗯，啊，我也不让你挺尴尬的，就是掉了。那、啊、我也不让你那个啥了。我看今天后面就是人员挺满的，要不要来个彩衣？来个彩衣啊？啊，咱们家。我们这两个就是摆设而已。真假的，我看就是特别专业，我看到了。那行，那这样子咱们来首歌吧。可以，但是我突然间我们就来给我们司马令家的啊明鸾殿的、这个兄弟姐妹们送来一首歌曲。但是啥歌呢？啥歌？你们选，我们不挑。我不太想唱这歌、个、他想乐队老师说想唱 Dior， 我们唱首那个吧，我们唱首比较抒情的歌曲好吧。男孩 F 调来。哦，特别专业。对，我们来一首男孩，送给我们两遍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。可以，谢谢，欢迎我们司马令家的家人们啊，欢迎你们。我俩好久没有切磋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好久没切磋了。是的，你家实力还是一直这么有条件。谦虚一点，谦虚一点，别这么说，撒泼皮。我也会唱这歌，好听。曾经以为他相爱，在不会犹豫的时代，以为明白，所以爱的痛快，一双手紧紧放不开，心中的执着与为难。忘不了你的爱，那结局难更改，我本能把你留下来，更不想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，那幼稚的男孩，点错了。无人的地方才打开，想问你现在是否有心不在，想躺在阳光下的怀，想用心涂抹的色彩，让你微笑起来，勇敢起来。忘不了你的爱，那结局能更改，我没能把你留下来，更不想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，那幼稚的男孩，咱们就唱上这一段啊，咱们就唱这一段。好好听啊，谢谢谢谢，好好听，我超喜欢这首歌，真的很好听。你是超喜欢这首歌，你还是超喜欢男孩？不是啊，就这首歌。这歌是吧？男孩我也喜欢啊，毕竟我是女的嘛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一个非常专一的女人。我也是呀、啊嗯，但是我还是跟我那肯定啊。
但是那个专业跟我一样吧，就那一个人还没有出来，还没有暂时没有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但是我愿意等他。我是对哪一项专一呢？我就是我专一的喜欢帅哥。啊，那差不多了，我也是蛮喜欢帅哥的，但兴趣爱好都是一样的。女人嘛，是吧？都一样，女人嘛，都喜欢看帅哥。想我看一下啊、哦，给你们来一首歌吧，我也给。好，行行行，嗯，我看我来一首，选一个呢，可能吧，最近可能很火。行，可能。等会儿看一下，我可能有没有伴奏啊？我这会儿鼠标用，我的那个键盘用不上，那可能不太行了，只能换一个了。可能不太行。又不是我的那个歌单里面没有把可能搜进去，因为我这会儿键盘用不了。哎，我还没听你唱过歌。你想听我唱歌？可以啊。嗯。我也想唱。随便来一首。我看一下，我唱随便来一首，我唱一个我唱的最好的，毕竟你是唱歌主播。嗯，毕竟你是唱歌主播，我要唱差了那不显得很丢人。我看不会不会不会，才艺切磋嘛。嗯，每个人的强项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就比如说你弹古筝弹得好啊，对吧？可以，那我来一首过客。嗯，好，这个歌好听。喝点水。那你走了，你不是帅哥咋？你有老婆啊？你别这么说啊。那嫂子进来晚上你要跪搓衣板的。来首过客。没有谁能够想到你会出现我身旁，也许是命运开的玩笑。不敢太靠近你的身边，怕你会嫌烦，只有一个人默默孤单。是什么让我们遇见的？是什么让距离更近了？不奢求你多好，给我多一点微笑。你只是一个过客，从我的世界路过，我不敢太多不舍，怕你看出我难过。也许我想得太多，却不能给你什么，努力把伤心变少，笑容变多就好了。我只是个陪伴者，陪着你伤心难过，寂寞它每天数着你那么多的失落。你想要什么你说，只要我现在有的，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我一直都记得。过客来一段。哎，好听好听好听。哎，谢谢。没想到琴弹得好，没想到歌还唱得不错。这可是我觉得我唱的最好的一首了，其他的歌都不堪入耳。那在你面前那不能丢人现眼吗？哎哎哎，此话差矣，此话差矣，要谦虚了谦虚了，果然是挺谦虚的。哪有哪有。那我撤了，君君下回玩。嗯啊，行行行行，好，撤了啊。好嘞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谢谢我铁头，感谢我飞行员，谢谢我华强哥，感谢我浩哥，谢谢我梦哥，谢谢我 nice， 谢谢大家。有两下子，那必须还有一唱歌。等会儿啊，我要回忆一下前面有一句话说的什么，你们意思是说你不帅你要先走了，你忘了你刚刚有多帅了？你是不是忘记刚刚你有多帅了？谁说你不帅的？给他一棒。给他一下子。再来啊、哦、接着给大家唱完好不好？是不是忘了刚刚你有多帅了？开什么玩笑，一天天的和妈妈一样唱歌好听。妈妈是谁？弟弟妈妈，欢迎尼克哥。唱的啥？过客。不敢太靠近你的身边，怕你会嫌烦，只有一个人默默孤单。是什么让我们遇见的？是什么
让距离更近了，不奢求你多好，再多给我一点微笑。飞行员，你别以为，我跟你讲，你别说跟他一起走，你别忘了，你们是一起的刚刚。也许我想得太多，却不能给你什么，努力把伤心变笑，笑容变多就好了。我只是个陪伴者，陪着你伤心难过，寂寞结束着你那么多的失落。你想要什么你说，只要我现在有的，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我一直都记得。我只是一个过客，从你的世界路过，我不敢太多不舍，怕你看出我难过。我想我想的太多，却不能给你什么，努力把伤心变傻，笑容变多就好了。我只想每天陪着，陪着你伤心难过，寂寞它每天数着你那么多的失落。飞行员你不知道，刚刚你和我们铁头都是一样的帅气，你是不是不知道，你是不是不知道。快夸我，唱得很好。那首过客，我跟你讲，刚刚哪些人，铁头、飞行员、滑翔哥，还没 nice，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们刚刚有多帅啊？还有我们浩哥，是不是真的你们很厉害的？你以为啊？你不知道，你加个灯牌你就知道了。谢谢掌声，我想唱刚刚那首歌。谢谢顺顺，感谢顺顺。我也顺顺，好久没看到你，刚刚怎么了？刚刚就是很帅，直播间所有人闪闪发光。等我一下，我想唱男孩，我也想唱男孩。我有电了，充好电了。我也想唱一个男孩，刚刚君君唱的男孩，我也想唱。我听到他唱了，我也想唱一个，就是痒了，就不是，就是看着人家唱，我也想那个啥。你除了经济、头脑，其他啥都不是，你有这两项就够了，不需要别的了。铁头，帅能当饭吃吗？有一说一。帅能当饭吃吗？我看他帅了，我肚子就不饿了吗？对不对？有这两项就够了，这两项我还得向你学习呢。说有一说一，铁头。你以为帅能当饭吃啊？我肚子饿的时候我看他我肚子就不饿了。你有这两项就行了，铁头。飞行员他唱过客啊，那是因为我蛮喜欢这首歌的嘛，跟那个什么没有关系啊。给你们唱一个男孩嘛，我蛮喜欢的。听过吗？你是高富帅，也挺好的。唱一首男孩。曾经以为他和她相爱，在不会犹豫的时代，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，一双手紧紧放不开，心中的执着与未来。谢谢尼克，谢谢我们顺顺。忘不了你的爱，但结局难更改，我没能把你留下来，更不想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。那幼稚的男孩，
恋人心，我可以谈。你的关怀一直随身携带，随身携带，无人的地方在打开。想问你现在是否忧伤不在，忧伤不在，像藏在阳光下的海，像用心啊，这句不太会，你来唱。让你微笑起来，勇敢起来，忘不了你的爱，但结局难更改。我没能把你留下来，更不想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。那幼稚的男孩，快甩命人，呜呜呜呜，这个歌我很喜欢，好听吗？恋人心给你弹吧。现在想你，每当我又徘徊，所有遗憾的都不是未来，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，不必再重来。呼呼呼呼，欢迎新希望，每天最少有三十个主播疼，而且我还不给你私信了。留下来，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我不给你私信，是我给你发私信了，是你说别给我私信，但是他说别给我发私信，我说好的，我给发，我说谢谢铁头，感谢铁头支持，他说别给我发私信。想了解一下都了解不了了，只有在直播间给你多聊会儿天了。你以为啊？你以为啊？那想问一问啊，就是家住哪里啊？家里有几亩田啊？想问一问这些东西都问不了了，这会儿在只有在直播间里才能问了。颤首三拜红尘凉，最近你要我真的没听过，但是你点过好多次了。欢迎林夕哥，好久不见啊，林夕哥，欢迎才哥。三拜红尘凉，你点了很多遍了呀，我跟你讲，我看一下啊，我先听一听。靓仔不需要，唱首女儿情不会，唱不了。我该吃饭了啊，对对对，我该吃饭了，我该下播了。我的恋人心。谁伴着泪眼，荒唐的婚姻在世间，从未有相见，却能牵住红线。红线。是生日疯癫，句句话偏见，这一场婚事定义着贵贱，谈爱恨无偏，让细思成语言。他做红唱面的浓妆，锁那一身长，挺好听的，等会儿啊，但是我不会，我把这个歌加入歌单，你觉得呢？红尘，我给你弹嘛，我多弹几遍我就会了。立可哥，唱首心语心愿应该可以，也不可以，我不太会，我没怎么听过那些歌。那首歌名叫什么？这首歌名叫做你去翻飞行员的北方秀的，叫做红尘什么来着，红尘什么来着，我不喜欢别人私信我，嗯，你看我就懂事，红尘啊，叫三拜红尘凉，
劳模到饭点了，谢谢新希望关心。对，要下播了，下午嘛，最后一首《恋人心》嘛，好不好？我还没有点外卖呢，我不想做，今天我想点外卖，下播再点。都不会，心与心愿，我一会儿给你放啊。我边弹边唱，有点反应不过来，睡一会儿，这声音催眠有点。哒哒哒哒哒，化作风，化作雨，化作春走向你，化作身入梦影，梦是逍遥的掌印，化作烟，化作你，化作云。飘向你，是如海，恋如尘，思念最遥不可及。你问西湖水，偷走他的几分美。时光一去不再，心事淡淡留给谁？你问长江水，道尽心酸的滋味。剩半颗恋人心，换不回。会你不唱，我以为你让我弹呢。
欢迎茶哥，茶哥中午好。我以为你让我弹呢，有点低了，我要唱升高一个调，好听。化作诗，化作笔，化作灯，写着你。歌词儿，等会儿。化作路，化作镜，化作情，找寻你。爱一次，梦一场，思念最遥遥无期。你问西湖水，偷走他的几分美。时光一去不再，心事淡淡留给谁？你问长江水，淘尽心酸的滋味。剩半颗恋人心，换不回。你问西湖水，偷走他的几分美。时光一去不再，心事淡淡留给谁？你问长江水，淘尽心酸的滋味。剩半颗恋人心，换不回。剩半颗恋人心，换不回。剩半颗恋人心，换不回。我觉得我唱这首歌唱的不是很好听，音准控制的不是很好，稍微有点点小跑，就听不出来跑的那种。谢谢上山抓老虎，欢迎我们令姬的眼神总是这么美。我没有吧，这个眼神啊，咱们相由心生，知道吧？相由心生，我这个眼神，我很自然哦，没有，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眼神，我的屏幕是挡着的，我的屏幕就是我的屏幕是一般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是什么样子的，我的电脑屏幕，哎，在哪儿呢？我的电脑屏幕，怎么捕捉来着？你看啊，哎，这个不对啊。哎，我一般就是这里这个地方，此时此刻，不得行了，有点不太好呀，有点不太捕得到呢，不得行，给你们看不到。给你们看不到哦，这样子的，全屏捕捉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会儿能看吗？全屏捕捉。我的电脑屏幕，看不到哦，给不了你们看了这个。哦，在这儿是吧？哦，在这儿看到了吧？我电脑屏幕是这个，怎么放大呀、啊？这样子把这儿插掉。我在唱歌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挡住了。哎，对，我就把它挡住了，我就看不见我自己了。我就看不见我自己了，所以我在直播间我是什么样子的，我自己不知道的。等会儿啊，我自己在直播间是长什么样的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就把它挡住了，因为就看不到了。在哪儿？怎么关啊？怎么关啊？现在不会关了。哎，怎么又有了？怎么关啊 ？OK。流水它走过，所以我自己的时候，弹琴的时候眼神是投入的，对啊。我平时我自己在直播间是什么样子，我平时都没怎么看得到的，因为我的公屏会挡住。我的自己屏幕的自己在人的那一块的地方，我很少看得到自己。当然我自己也很少去看我自己，
好了，准备下播喽。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接我下播的？差两个飞机凑个子儿。差两个飞机凑个子儿，顺顺利。感谢我长哥，选我长哥接我下播，感谢我长哥。长哥怎么这么好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下播了，凑子儿了，蛮开心的。凑子儿了，蛮开心的。谢谢，能不看弹琴吗？我能啊，我能闭着眼睛弹。谢谢茶哥，茶哥有没有什么好送给你的？送你一个我的爱心吧。谢谢我茶哥，会动的哦，鲜活的。那我们准备下播了，谢谢茶哥，感谢我们飞行员，谢谢飞行员，感谢我们铁头，谢谢铁头，感谢茶哥，谢谢我们浩哥，谢谢我尼克哥，感谢我们梦哥，谢谢我新希望，感谢我雪痕，谢谢只天一口，感谢二流子，谢谢我们自由自在，感谢大叔，谢谢我们小二，谢谢小旋风。心不在左边吗？这是左边啊，镜像，咱们是镜像的。感谢楠楠呀，这不是我楠楠姐妹吗？感谢我们蓝色的泪，谢谢我们龙吟，感谢毛毛哟，毛毛队长也在啊。谢谢夏日秋风，感谢直播间所有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歌还没唱，哪首歌啊？飞行员，那下午再唱嘛，我要吃饭去了，下午再唱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每一颗小心心，感谢大家的每一个点赞，感谢大家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哪首歌？你先等会儿，先哪首歌？我忘记了。那首歌要学多久？哪一首歌？令接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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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找一找啊。你说的是刚刚的那首什么三拜什么凉是吗？立可哥说的什么？欢迎东山，下播了下播了，东山，我不会唱这个，我一会儿学一学嘛，我一会儿学。好了，下播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